立正，起来，加坐。秘书长哈，啊，甲敬爱诸位诶，咱诶学员，啊，我差不多每一届吼拢做讲师啦吼，啊，敢若一边去土耳其旅行吼，无伫咧，啊，已经第16届。咱中间在座有足侪原住民诶朋友，哦，这是正港诶台湾人伫遮参与，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诶现象。啊，我甲问讲，我若讲这好乐话哈，啊，恁听无？伊讲无问题。中间有一位原住民是我的学生，啊，伊先来毕业了，啊，然后真认真，啊，阮有一个牧师的博士吼，牧师的博士，钟书锦吼，钟书锦，哦，站起来，哦，大家看麦哈，伊是卢凯哈，卢凯族，啊，啊，伊是我指导的这个牧师的博士完成学位，啊，可能是原住民第一个卢凯哈，咱知台湾原住民有真侪族。对北部算起哈，台亚路啊，啊台阳哈，台亚路这一组过来筛选，啊过来就是文文，过来就是组哦，人讲组哦组一组，啊过来就是这个哦、啊、这个台湾真大组哦，过来卢凯，台湾甲卢凯拢总有百步蛇，诶这个多田，但是因这卢凯组较特别，就是加一个碧霞灰哈，啊这绿绿和碧霞灰色。所以这个苏锦牧师哈，还是苏锦博士，伊就是写这个碧霞灰色哈啊的人啊。所以若有关这个卢凯的这多田哈，会当问伊哈。啊，个过就是彪马啊，彪马个过就是阿密斯啊啊，一族人啊叫做山地人，这款的观念唔对，完全唔是山地人，是海岛族群的原住民。你讲是山地人，迄唔对哦，这款的。用語連阿密斯也不是完全山地人，因為白牙討海就是達烏我們所說的蘭斯、喔、的這個亞美族喔、亞美啊、他是跟菲律賓的巴丹族群同樣的語言同樣的文化，所以對菲律賓的巴丹島、到蘭斯，對蘭斯跟台灣的路邊緣、啊、邊可見說他跟菲律賓的關係看多深啊，这大概是台湾原住民的情形，但是因为方便的缘故，啊，所以目前原住民有13种的语言，哦，这是教育部拢有因的教科书，无故教科书，因为我捌伫阿扁总统执政的时代，啊，受命做教育部，唔是教会哈、啊，国家教育部本土教育委员，啊，民间十个人之一，负责推广全台入有关系的母语教育，所以我对这个。啊，真清楚。啊，福州话的母语，哦，这嘛是尊重这个妈祖。啊，其实妈祖不是台湾的啦，吼、哦，金门也不是，是中国的，吼、哦。啊，其他客人，吼、哦，这客人朋友，客人的母语三种。啊，河洛话是跟他口音无同款啦，定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母语非常要紧。过去两个政权，不管是日本政权，还是台湾，啊、哦。啊，台湾的政啊，这个现在国民党政权，因拢有一个文化同化政策。不过至少日本人靠用心，因为咱有受这个明治维新的庇荫。明治维新是1867年开始啊，开始有真侪这个啊，有真侪这日本的高人、啊。你研究日本历史就知，日本啊，中国放弃台湾，完全将台湾交乎日本帝国，台湾甲这个偏哦。是1895年，啊，所以台湾有足侪历史吼，国民党家历史拢完全骗，中国文化就是骗出名嘛，骗啊，这是因的特色，过来占吼，到底是大拢讲占啊，占也是因的文化啊，讲白贼是因的文化，骗是因的文化，占领也是因的文化，交民皮也是因的文化，结局只系歹习惯，台湾人以统治。65年，已经65年啊！走路来台湾啊，这个国家中华民国无去，我甲算算，足足62年，流氓政府伫台湾62年，所以你庆祝100年吼，因为我昨昏我伫台湾教协会，啊，我有发表一本新册，做甲称中华民国的真相，哦，用北京话讲就是揭穿中华民国的真相，啊，我也是我有写两篇文章，两个雕版啦，拢有15位作者。
有人叫我讲话，啊，所以阮伫遐拄拄讨论这个问题。所以，因迄国一一百年上兵安尼哦，台湾人的地印，做你大家研究历史哦，对开始1912年。所谓中华民国开始，伫中国以后，因为中国有三大势力，北洋军阀阮世界系统一个，南方的孙中山的一个，再来是共产党毛泽东的一个，拢咧乱啊乱，乱到抗日也咧乱，根本这个国都无成国伫中国啊，啊，所以走落来台湾的时，1945年是马加萨，叫蒋介石来占领台湾。台湾嘛是属于真正中国个啊，所以阮昨昏开会嘛是搁一边肯定，真正，这个台湾伊这个占领军是委托马加萨委托这个蒋介石来占领台湾，安尼啦，听台湾地位还无确定，关于这个咱的秘书长会甲恁讲，所以咱伫庆祝这个什么中华民国一百年，迄拢假，那有上安定个时间是台湾人呼应的啦。因为伊走路来台湾，这个无国，一国土走路来台湾是62年，马加萨委托伊统治台湾，不过是3年久呐，定，1945年开始，所以这历史吼，咱拢爱清楚。将孙中山当作国父这款的观念也唔对，请你会记哩。因中国的革命成功当时，1912年嘛，中华民国元年。1912年的台湾是哪个领土？中国是无？唔是嘛？日本嘛？所以孙中山都唔是台湾哪个国父啊？我别讲，但是咱的信，咱信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吼，咱来真严格来考验这历史。所以阮的责任哦，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带大家会醒，哦，台湾人会醒。因为我来政权，我唔是对中国人有甚物歧视无，我的亲戚嘛有中国人啊，特别我一个孔世杰老爸亲的小弟，台湾人哦，伫16岁时，1930年我就还袂出世咧，去厦门高老师读一笔中国，怎啊袂当转来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，怎啊伫遐，落尾就甲毛泽东去延安，正是去。25000里的中间，所以做大官，所以四晋是台湾人啊，伊要讲日本的，因为是受满洲帝国的影响，我嘛亲也是中国人啊，但是意识形态拢无共，当然已经过身去啊，拢无共，迄国甲即国完全拢无关系啦，所以在历史事实，咱来先记牢牢吼，伫遮要做一个这个接受吼，安尼讨论一寡代志，我看头壳较会清楚。当然啦，大家来这参与这个研讨会，大家唔通看轻家己。恁大家对我个人来讲，那用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来讲，恁每一个拢足要紧的啦。台湾的社会若要好吼，唔通一两个人啊熬就好，唔通安尼家庭碰碰，讲阮囝外熬咧读什么学校，迄拢无效。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新的国度，还是新的民族。是五万大家拢宗教，那别人的子儿孙教，大家英光，这个民族的英光。所以新台湾的人无种族歧视，唔通这 racialism， 种族主义唔通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因为伫新南伊教这15年久，14年前退休。所以钟书锦迄个时代大概是16年前完全破碎有一款，我要底下。春年拢伫大学教册，甲即摆犹阁伫中英大学教册，所以老身咧今年虚岁已经75，满岁是74，算是足老啊。虽讲是安尼生，我犹阁真欢喜哈，将这个理念传达予咱。但是我的责任是讲宗教，这天大地大的代志，用7点20分钟要叫我讲，算是足艰苦的哈。但是不要紧，我慢慢啊安尼一项来甲咱三个讨论。这个负责教务的郭牧师，郭宏斌牧师叫我提我的册来，因为我有30几本册，我就临时对那个调，对陈瑞甲调5本5本，放伫遐，拢拍8折，
那400块是原来500块拍卖，然后趣味甲去看啊，甲去看，啊甲去买，无买也袂要紧啊。啊，那要讲宗教的代声，大家爱认为讲我足要紧，我对台湾真要紧哦。啊，我性命是有限，要安那样哦？为着台湾的前途，用头壳去想，用行动去行，我想这个较要紧。那有这款的理念，咱会当缀着一个性命共同体的族群，台湾都有希望啊！啊，台湾人特别悲哀。我感觉我做一个宗教研究者的人，上惨的一项就是亚洲宗教，不是讲台湾宗教了，了亚洲宗教拢讲修行，拢讲个人的修行，修行修因修伊家己个人的，拢讲命运、命运、命底也是家己个人的。不要讲一个人命底偌好，影响一个民族无可能。啊，我若失败啊，牵拖命底，得去算命，得去算命，迄套拢骗人的，请咱唔通，吼、哦，唔通可以骗伊嘿。那是古早的宗教公式，现代人比古早人较敖，看看变较济。古早人的宗教公式提来咧用，诶，咱头壳是歹暗时，所以你若要做命运的主人，你都唔通算命，唔通算命。你若要做时间的主人，唔通看这；你若要做土地主人，唔通去看风水。因为我是公宗教师，我讲这话是我负责的，我有负责任。哦，因为宗教信仰的困难，就是每一个宗教也用语唔是科学的，也用语用阮宗教学的立场立足点来讲，宗教语言就是种的叫做上帝语言，神不哩个人个字。啊，这个上帝语言唔是讲无路用啊，神啊。上帝啦，鬼神啦，天堂啦，地狱，这种神魔的个人个字，神才会发生作用，无神一丝作用都无。哦，请你会记你这点。当然，我奉教牧师，我不伫教会咧牧会，拢一生拢是咧教册。啊，伫迄个辅仁大学兼过八冬，啊，东海大学5年，15年的时间，囥伫台湾神学院，啊，教这个比较宗教学，现在伫咧教这个宗教史学。这个世界宗教史跟台湾宗教史，那我对宗教是真清楚，所以大家有信仰宗教真要紧，但是唔通入迷啊，唔通入迷，这点足要紧。啊，我的题目我讲台湾宗教方面的知识，才是吼，点话真久要讲宗教，干那这个宗教定义都讲未了，所以有几个较要紧的前提，我安尼先甲咱定清就好。我拄只讲亚洲宗教最大的缺失。就是拢注重个人修行，积功德拢积个人。你若讲组织功德会，伊积功德，哦，这边的功德会当影响整个的族群，予咱的出头天功德加减做，唔是啦，积功德是伊家己哦，看会当上西天，安尼袂。那安尼这款的宗教无路用，哦，因为伊自私自利，无为着一个族群来度无，算命嘛是算家己的。性命也是性家己的，伊无一个性命共同体，无一个地球村的理念，这就是台湾人上大的缺点，拢顾家己。啊，所以宗教信仰有影响哦，唔是无影响哦。即使哪有时间，可能我今仔日吼，唔是讲这个题目，原来这拢有过。你若要这个过吼，甲过牧师讨，我真侪文章伫咧，应该来介绍台湾人咧信什么，啊，沿路看吼。啊，沿路说明，可能安尼啊，恁会记真清楚，因为我有真侪即款的，以前是幻灯片，即马变作 PowerPoint 吼、哦、啊，物件啊，所以中间吼、哦、啊，我相信我讲的吼，实、哦、是讲袂完啊，中间无休困，不过咱中间会当互咱自由吼、哦、啊，唔免真严肃吼，自由活动不要紧啊，用诶坐较头前来看一寡即个一项一项啊来看。啊，检察人要问吼、哦，有人要问我，啊，你是牧师，啊，基督徒，其实我无，唔是伫教会咧做牧师的人，是咧教册，伫新来都，学做牧师薪水领较济，是安尼那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无一个牧师真吼，啊，那就怪怪啊，啊，有人问我，讲哦，啊，你基督徒，啊，怎解说遐尼歹，二八的原乡，哦，伊嘛是基督徒啊。啊，这款人耶稣，敢会让伊上天堂？来，这个问题真好。我拄有写，
伊即个教育部咧做本土教育委员做语言的时，为着帮助即个国中小的老师教即个单位无久，我有写一本《台湾新民文故事》，底下藏四本，我伫入来有写着蒋介石。啊，我先来读即个蒋介石的迄落，互咱听即个文故事，互咱听，看我安那样认捌即个蒋介石，来了解即个基督徒的蒋，所谓基督徒的蒋介石。啊，只要这本册有60个姓名，拢有图片，有拜我才有写写伊个文故事。哦，台湾话真水哦。哦，咱咧讲，咱个囡仔即马北部囡仔拢袂晓讲像我即款个台湾话。连阮昨伫遐讨论会，连个李晓峰，啊，都一般即个北京句啊一挂即个台湾话，实是有够悲哀。哈，迄就是方文化同化。哦，蒋介石伫遮两张图咧拜。啊，所以即、這个基督徒，咱来个检验看卖，用即个台湾话。诶，七字啊，四来个检验，吼，咱点点啊听就好。蒋介石，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实在真失望。数百年和袁作官，地搞判断力错乱，国民党走路来台，独裁专制人人知，搁制造皇帝崇拜，哦，麻醉人心真厉害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。60万军民走路，军队就60万咯、哦。啊，因的人有哪60万，那你100几万人来，台湾人开始叫苦，就占了了啊！哈，暗藏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，待在中华未曾有。讲到这时，我要做一个注解。啊，这无讲袂使。我有读过日本这三年。哦，75岁人的确有这款的经验啦。我较早读册，第一年6岁读幼稚园，高雄市北雅顶这个盐埕到幼稚园，啊，读一年讲日本话。开始一年的时阵7岁读一多岁国民学校，今仔日高雄市的和平国小，啊，和平国小一多岁，阿西是伫迄边三民国小，哦，都无偌远。读两年，第一年读卡达卡纳。哦，哈那阿凯哈那，阿凯哈那一股子，白的哈那个一股子，是伫读即款呢一年的册。第二年读希腊哈那就开始啊，无法度人读，开始空袭邓炸弹。阮厝的头前安尼规个规排拢爆击去，阮老爸惊一个半暝啊，无车通载哦，用牛车疏开去仁武的观音山，啊怎啊死伫遐？所以我战争结束，爸母都拢离开世间。迄就是一个战争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怎啊？互阮阿哥一个基督徒请大，怎啊信耶稣？迄、那个孙我安那读册，迄、那个孙我咧读册时是战争中日本的战士。我若每早起拜一的早起吼，若去操场哦来拜日头，哦、日本一个希罗马路嘛，拜日头，天照大神，阿妈提了是阿弥陀佛，阿弥拜一的是。校长先生、教务主任、教导主任都穿文官服，真水哦，一个短短拢乌的，地无啊！啊，校长先生第一大声也未氛围进行，就带人进行一个仪式，吟《奇米加油》，日本的国歌啊！啊，然后五当兵，五日头，西街咧行一个咧尔吼，西街咧袂使睡起来啊！啊，西街了，教务主任就捧迄个皇帝帖给伊读。就踢开，袂使读个字字唔对。哦，踢开就读啥物？进阿摩尼，我甲苦说，啊，读真长。今仔日阮一个老兄弟无来，无就请伊讲互咱听，吼、哦，伊拢会记哩。吼、哦，啊，读了刷落去，开始校长先生简单几句的训话，啊，然后入去教室来画口号，画两个口号，不得人类诺提起美恶哦，啊，对哦，人类对敌是美国甲英国，哈、啊。这是阮的时代的教号。第二句，天皇陛下万载，咱听有无？天皇陛下万岁，安尼。安尼咧读册，啊，遭空袭，所以别人吼、哦、国小读六冬，老师咧只有读5年，一年拢咧遭空袭都无法度能读啊。啊，战后开始对三年读起，嘛无册当读呢。阮咧读啥物？读汉文啦。读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过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啊，识明不，敌人处。助不学，断其土。啊，拢咧读这個，
哦，所以我印象要足深。要过一本册，就是啥物？人有二手，一手五指，两手十指，只有一连骨身，你来我来，来来去去，是咧读台湾话台音的哦。阿信咧中国啊，要未来做老师咧？啊，要好唔好？四年开始，一个仪式过来啊，即嘛唔是。讲的话听无，讲北京语，这个北京语吼，我无咧甲讲国语啦。国语即句话是对台湾人真大的侮辱。一个民族国家，袂当用一个方言做国家的语言。瑞士三种的语言的法定语言，一个 official language 是官方语言。啊，中国共产党嘛唔敢讲国语呢，讲的普通话。哦，你来去中国，普通话。啊，敢那这个独裁政府要来讲国语。哦，国语个，啊，其实这是满大人的话，这英语这个 Mandarin 啊 ，Mandarin 就是指北京语 ，Mandarin 对对来满大人啊，这贵博士甲恁讲台湾语，伊就讲恁听，满大人的话就是即马咱咧讲的，咱拢讲满大人的话，摕来做咱的，咱的个教教安遮囡仔拢无法度当，大家都现在久久也未做官，拢咧讲满大人的话，讲北京语，我的顺是讲，是咧讲开始讲。大家都不要讲学波波摩佛，但是这个仪式跟日本帝国同款，所以我对细汉就开始咧怀疑，讲奇怪啊！啊，你国民党来台湾，啊，这祖国呢，民主国家，啊，这皇帝崇拜那也有啊！即嘛变一个更加功夫，即嘛吼开始学北京语的时候，挂一个孙中山，讲做国父啦，哦，啊嘛是唱伊的冬瓜，唔是国歌哦，三民主义武当所中，我唔知恁唱会出来未？我唔是国民党员，我看。唱一条歌要死哈，啊！啊唱了，就五孙中山，我以前惊一个西街的哈呢，九十度的，即嘛惊三个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啊三鞠躬，哎，所以嘛念皇帝铁骨呢，啊皇帝铁骨无同款的，皇帝铁骨用北京语念的，意志力、国民革命、凡事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校长先去念的，我讲拢同款嘛。哦，晋，我某年我甲考说过，晋就是皇帝自称呢。哦，啊，即嘛刷落去，孙中山煞变皇帝。哎，这个新皇帝崇拜咧，哦，用这套，所以政治宗教对个开始。了后，所有学生读三民主义，所有学生读国卫教，啊，军队啊，服从领袖，哦，啊，领袖变作神，蒋介石变作神，孙中山变作国父。啊，所以。后来我读宗教学，才知讲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个宗教化，啊，将那台湾宗教一部分，所以我无讲袂使。哦，台湾宗教一部分，所以啊，开始新皇帝崇拜。哎，咱你我拢是有新皇帝崇拜下面，红家家呢，戆戆戆。天才台湾囡仔，这套教育累到地吼，大家都变草包阿斗，来去留学，头壳较会青。是安尼尔尔啦，啊，所以新皇帝崇拜就开始，学生拢爱读遮个，用宗教来规范即个政治宗教，啊，即我专门的。咱呾宗教的主要条件，第一有教主，第二有经典，第三有宗旨教条，第四爱有信徒，第五爱有礼拜的仪式。国民党伫台湾。用一个三民主义入入去宪法，拢总下这个条件，所以我甲学生讲，台湾有一个三民主义教，三民主义教的教主当然是孙中山啊，三民主义教的圣经当然是三民主义啊，三民主义教的教条甲宗旨是国父遗诏啊，吼哦，讲迄个唔是咱的国父啦，是咧读迄，读甲头壳拢歹啊，三民主义教的信徒国民党员啊。三民主义教的新官蒋介石啊，讲到蒋总统的立正哦，啊，英明领袖哦，安尼袂好袂滴啊，用一个基督徒，较顶我来讲啊，用要个有要个几啊节的，会较清爽哦。蒋介石的代志，用一个基督徒做神哦，啊，军队在啊主义领袖，这就是一个独裁国家，叫用主义绝对化，三民主义。你若要做国民党员，你就有机会做校长，有机会做主管，吼，机关的主管。若无你免谈啦，哦，就是这套。
啊，伊个世界观足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。哎，安那做礼拜就酒会礼会啊，哦，酒会就底下咧唱冬瓜，啊，就咧一鞠躬、二鞠躬、三鞠躬，哦，二鞠躬、三鞠躬、再鞠躬，啊，了后就来念皇帝典故，以致力国民革命啊，哦，啊，那礼拜蒋介石个生日，就去唱赞美歌呢，后献歌队呢，大哉中华，代之先人，你捌唱过无？哦，孙中山的生日嘛，爱讲我们国父所创革命，啊，这不是礼拜是啥物？这套就是政治宗教，就是用安尼来麻醉人民，独裁国家，哦，共产党安尼生，台湾嘛安尼生。唔过安尼也无够业，我要报咱知影一项，既然讲到台湾宗教，上恶一个，上恶一个麻醉台湾人，要互伊真彻底。永远做乖乖漂的顺民，就是将孔子甲掠落来，甲掠落来掺落去。九月二八，就是教师节。过来，教师节咧创啥物？咧祭孔子。啊，祭孔子的生日真大份哦，牛羊猪，台湾人是杀猪刀羊，唔敢杀牛啦，因为牛对台湾人真有温情啦。啊，哦，是一个生产工具啦，所以台湾人嘛，家己称呼做我是台湾牛啦，哦，啊做甲要死，哈，哦，啊再军工搞人员，踢到甲要死，啊，四个迄，啊，退休够十八趴当领，佮领比，啊，比伊在即个时阵领较侪钱，所以一日哦踢到出国拢是遮个人，啊，劳工啦，农夫做甲死，因踢到甲死，安尼尔，敢若即个差别，啊，所以。这个儒教，伊的庙是用咱的税金起的，全台湾25县市至少将近要到20间有孔子庙，用咱的税金来维持。啊，国民党甲咱讲政教分开，我甲咱讲政教无分开。国民党一个国家宗教嘞 ，state communism， 哦，国家儒教。啊，国家儒教来维持一个。洪书官，洪书官什么人？孔子的后裔，孔德成，大成至圣先师，洪书官，孔德成。我拢在讲事实咯，我唔是乌白甲人诽谤。孔德成即马死啊，换到伊后裔，唔知要叫什么人啊来做伊洪书官。我有问过立法委员讲，到底洪书官薪水是偌济？伊讲洪书官，我那种是部长级的薪水，讲无啦。洪书官领院长级的。院长级的薪水，佮配车予伊，佮配一挂书章予伊，我袂好袂滴。即种台湾人薪水、台湾人的税金啊，浪费伫即款哦，即款无路用的物件。你若讲你拜孔子，我无反对。哦，你儒教的人去拜孔子，你佮用国家啊，孔子改国家化，啊，用孔子的教条放伫学校，就是四字嘛，伊南体嘛，啊，就是八字嘛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嘛，表面上看起来，这种足好经典的物件，啊，即马英九吼，甲共产党同款，搁咧麻醉人心，搁咧叫咱读四书五经啊。我唔是讲反对四书五经，唔通去研究。你要研究四书五经，我完全也双手赞成。问题是你要研究四书五经，爱用现代观点去 reinterpretation 重新解释，安就袂无唔对。哦，像基督教的圣经，若要重新解释，像咧讲过咧。但是四书五经的道德伦理真 out of date， 完全是无下时代潮流。啊，用2600年前的道德观来教现代囡啊，天才嘛教甲变草包，问题就是伫遮。所以学校内面拢有咧念这四字，囡仔有咧有字有念有体无？我甲恁保证讲，喏，无啦。无，哦，礼义廉耻定拢无体，所以拢会做歹囡仔。啊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后来忠字，民主国家有咧讲忠无？民主国家咧讲责任啦，咧讲 responsibility， 责任公民，责任政府。套咧讲忠啦，啊用安尼先甲你教落去教地，我讲天才嘛变阿斗，就是伫遮啦，拢甲咱麻醉。吼，哦！啊，用咱的税金用较济，啊咧每年到二月咧做孔子，目的是啥物？拜托你，你永远都服从国民党的教条，永远读四书五经，永远中国化，
哦，啊，协拢一水，哦，台湾甲中国人连做伙，啊，做乖乖票的选民，唔通甲我行一街头攻坚，是安尼尔啦。所以这套教育是种愚民教育，哦，咱爱请。所以以后恁听伊讲啊，我们的政府宗教吼，这个什么政治宗教要分开，无影无在讲 no 骗我的啦。你有一个国家主教嘛，哦，啊，用一个税金的意思，一个大行祭行先师洪书官。啊，这对待来对明朝宋元明清留落的科技制度的物件，你民国要咧用，不是骗我是啥物？后来安尼批评了吼，我的重心是讲放伫蒋介石，讲伊是基督徒啦，但是伊皇帝崇拜的角色就是伊，所以我继续来读一寡这个文故事读了啊，看这款基督徒我的认同阿袂。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国父遗像挂头前。九月例会做礼拜，全国人民变阿呆，安尼拜绝对是害啦！啊，蒋介石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就敬礼。你这民族救星是黄河，这日就唱歌娱乐，就打在中华台子先人哈啊！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，甘心做东正走狗，一切敌权因得包。保护政权用戒严38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权，家破人亡，政治犯。1975是专机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朱湖，唔愿入葬台湾土，即马要铺了哦，啊铺伫遐朱湖林，我连爱看嘛，卖去看啊。台湾人实在悲哀，独裁者奴役唔知奴役 slavery 哈，甲咱奴役当作奴才。台湾哦，台湾是一个殖民统治的国家，你敢知？哦，咱农民劳工迄拢是奴隶呢，是歹讲奴隶呢。军工到今老年18%迄就是自由民啦。啊，你食饱下地看报纸，够有钱通领。啊，农民做死，做甲要死，哦，安尼就是安尼先，两个阶级啦，定。啊，所以这种国民党的条卡，我唔望咱会醒啦，吼，会醒，特别即公务员，我爱会醒。台湾人塞悲哀，独裁者奴役唔知，从蒋介石做成败，蒋公王爷安尼来。高雄市有中德堂拜蒋介石做英雄，元帅打败清国中，中国大陆要反攻，有去无？无，无，咁要反攻大陆，骗，这政治的大骗局就是反攻大陆，即卖咧上好啊咧，哦，马英九甲中国外好咧，顶飞大刀开前疆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帝皇帝无也不严，争做帝王无尊严。啊，你民族国家要咧变这套，后来下面这四则就是批判性的一个七字啊，是蒋介石历史定位、学者讲法有权威。伊是二八元凶，下令剁杀台湾人的人。伊是二八元凶，拜伊做神不平常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。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。这个 question mark。蒋介石吼，一丈人是牧师呢。蒋介石遐伊啊吼，迄种牧师囝呢。啊，吼，迄控制中国的历史，讲牧师呐一念之差吼，因查囝呐想爱权吼，爱利吼，啊，规个国家民族拢害了了。啊，结局这个独裁者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。即款人会上天堂，我当然我唔爱去，啊，我嘛唔敢去。啊，若甲伊住天堂，我那足见笑。哦，咱只有牧师基督徒，你想安怎样？我讲这安怎？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啦。即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啊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变，耶稣兼会容忍你。事实伊是罗兰神呐，啊，走投无路死在台湾，也袂当等于故乡呐。事实伊是罗兰神，客死台湾气所尽，民间无敌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啊！啊，这是我对这个蒋介石的历史定位是安尼先讲啊。啊，这本册叫做《台湾先民文故事》，就是我提过本来了哈，中间的一首那点哈，真的要哈，啊，要59首了哈。后，啊，来。那咱进入这个，进入这个本地哈，啊，唔在咱放一挂相，互大家看阿袂哈，啊，迄，那个
一对新民迄个吼，对玉皇上帝一个我先来介绍，现在安尼较趣味了哈，因为我有真侪种的这个工艺的哈，请后迄个新民部分哈，对迄个玉皇上帝遐先来哈，我来，台湾人心目中哦，因都批判嘿，啊，因都批判，不是叫人去信，台湾人心目中的至高神，受道教的影响，叫做玉皇上帝。你若研究因中国吼，因迄国的历史吼，庶民无资格拜天公呢，帝王才有呢。但是帝王的天公唔是一身哦，这些是人事变的，叫做张仪啊。啊，但是民间为着要认同伊啊，所以安尼个叫做玉皇上帝，就是道教出现民间才在拜迄个玉皇天公啦。啊，但是帝王的天公无同款咯。哦，一天坛迄个甲这个无同啊。来个鬼。不是这个，这是耶稣哈。确定有恁看台湾人阿咧拜耶稣哈。第二个就是帝王式的啊，帝王式的玉皇，不是，佮进前迄张。这是北斗啊，好不要紧。天公即马佮尊做帝王啊，台湾人对天的认同啊真功夫啦吼，人是天生地养，千算万万算得着天之位哦。天赐人不如人赐人一支骨，因缘天注定，不是每个人较高行。听起来是足有理的，其实拢无理啊，拢家己爱啦。后迄个天公家己注定，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啊。那天注定人有囝无囝，这個、天是足残忍的，唔免去信。哦，有囝唔是有囝命，无囝得去釜山哥，医生会家己注定啊，安尼较对啊。所以这个古早时代这个宿命论的俗语啊。哦，敢那这项就已经跟现代的观念无同啊！这是北斗注释，头前迄个白毛的迄是南斗啊，跟我同款白毛，迄是南斗，这是北斗。来个鬼！你照安尼先背出来是无？哦，是的，这太阳啊，这是拜天上的神，天神之就是太阳神。目睭三类，哦，恁注意看，加加一类，哦，这两三，啊，这日，台湾人的太阳神的造型就是安尼生哈，太阳神，啊，咱知影日本的太阳神是查某的，啊，足奇怪咧，走来台湾煞变查甫，走去日本变阿妈提拉斯奥米卡米煞查某的，可见文化无同，神官也无同，所以这多神论的神吼。真真假假，这个 PowerPoint 就看了，给恁做一个批判。后来个月，伊一个某，叫做月娘嘛，月啊月伫遮啊，因为是神秘观念，所以天顶的女神，目睭无三蕊，只有两蕊。我问大家，太阳公个月娘嘛，民间一人讲是夫妇一对，一个观阳，一个观阴，一观红某有幸福啊无？啊？袂幸福，因袂使困做伙。两粒星球若困做伙，烧崩世界末日啦！太阳甲月亮烧崩，遐会得。啊，所以即款夫妻上不幸啦！敢若一个暗时出来月亮，啊，一个日时太阳，真远，敢若牛郎织女嘞，人因要一年要见面一遍，这永远都袂见面。所以这月亮，这是台湾人对这个自然现象的崇拜，一个雕刻的情形，个鬼。来，有拜太阳神君、太阴娘娘，一定拜雷公电母、风神巫师。来，请恁看啊，这应该头前要一张哦，头前要一张幻天片，不是一张。这张哦，对，雷公的造型就是安尼，是鹰爪脚、鹰爪嘴、龟面、牙刷啊、牙波头，伊那波头含刷啊，这是说不然咯，尖的声爱关照，会讲死人。这树那是用插个弄过，咚咚咚，这马术的声，人讲未死啊！天公诶，这个雷公的造型，目睭突突哦，目睭突突，听讲伊近视1000度以上了哈！天公叫讲死歹人，见讲拢讲好人，头壳足疼咧，无法度咧，果不将就送伊一个某，叫做四那婆。所以四那婆，咱拄只所看的，手提两个镜。两个镜啦，照落去，伊较陷落去安尼，无较早咧，即马呢，
日光近视无目镜通挂吼，嘛无得通调整啊，嘛是见喊拢喊喊好人，歹人拢喊袂死啦。台湾足侪歹人拢喊袂死啦。哦，伊人真是遐有正义哦，国民党这外国官喊死了了啊，无法度咧。吼，啊，所以隔壁迄个就是风神，这个机啊呐，乌白摇吼，台湾就做风台啦。风神甲雷公的造型就是安尼生，来个过，拄只一张对。这就是伊的某，哦，四那伯啦。这摕两个囝，伊若要喊落进前，啊，囝得甲招落去甲喊落，啊，啊，这就是巫师摕这个符红，伊若问水乌白休，哦，台湾雨都落袂止。啊，伊足歹心的，最近安尼住安尼安尼宜兰方面，甲安尼休休水休袂停，全落唔那落雨落袂停，落一千。500几米，搁在崩山，就是伊咧作业啊。所以民间的想象就是安尼生。即台湾人心目中所谓神，就是即款的安尼哈。啊，即拢是发明出来造神运动的产品来个过。后来哇，即先甲台湾历史有足大的关系啦啊。妈祖婆、地方虎婆、千里眼、顺龙岭。伊伫古早时代是伫陈海峡咧救苦救难，因为妈祖无近视足重，耳孔阁重，啊，近视的人若要看东经几度几分几秒有海难，来千里眼啊倒看，哎，妈祖无啊，遐失事啊，赶紧去甲救。啊，若是乌阴天看袂到，袂要紧，有人咧喊救命，拜托顺风耳啊去听，哎，妈祖无啊，北纬几度几分几秒有人沉船哦。关起个天文教不去个救，所以袂用着妈祖婆怎变做台湾历史中最要紧交通安全的女性守护神。今仔日吼，妈祖婆已经上瘾啊啦，无咧伫陈海峡救苦救难啊啦，啊所以吼，啊邦桥妈祖庙，西丽咱才有对西丽来无？西丽妈祖庙的妈祖的千里眼顺龙岭吼，无过也。月牌枪，吼，月牌这武器，月牌枪，甲月牌宝，手提什么？提金元宝。所以妈祖婆怎啊变作台湾人心目中的财神啦？啊，女财神就对啊。所以吼、哦、神，中国神啊，来甲台湾都变台湾化啊，台湾化 ，Taiwanization， 台湾人足够发明的啊。所以中国妈祖甲台湾妈祖是无共哦，中国妈祖是天妃娘娘的呢，台湾妈祖是天上圣母地。皇帝无啦哈、啊，我常常咧甲学生讲，中国妈祖是帮衬共产党制造飞弹来咧威胁台湾啊，啊，千五了飞弹瞄准台湾迄、那个妈祖，台湾妈祖唔是，是要巩固台湾、保护台湾人迄、那个妈祖，所以中国妈祖甲台湾妈祖无共嘿，哦、啊，恁来分得清楚，啊，干那一寡头壳歹去，像干清飘啦，啊，伊主导这个大家镇啊镇南疆啦。伊咧去中国湄洲妈祖进香，伫新台北去给人起庙，啊，人伫滴个天妃娘娘无啊，伫假搞用一顶红袍无去人滴，啊，你来研究这个妈祖历史就知影，台湾妈祖比中国妈祖较大呢，为着西隆哦，西隆哦，伊来占领台湾哦，退清朝，伊是定调的班长，定成功的班长，啊，定调的班长，啊，带人来安尼成功。康熙23年啊，造请天康熙贴封台湾的妈祖，叫做天上圣母，怎变作地方虎母啦？方虎家，中国妈祖绝对无。所以我1975年代吼，世纪70年代伫中文大学伫咧做研究的时阵，我第一个就是伫香港的妈祖庙去看，到底台湾妈祖甲香港妈祖有共无？结果无共，地天妃娘娘，我问讲啊，这妈祖无，一个娘娘啦，娘娘，啊、娘娘。娘娘就是姬妈祖，不是地方虎母哦。啊，那今仔日中国妈祖地方虎母是台湾假敖迄个颜清标养地的，啊，那就是所南蒙古啊，的妈祖庙去养地的，安尼。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吼，唔忙恁来知影。不论如何，妈祖伫台湾的势力足大，不过今仔日爱给伊解读武装啦吼，妈祖给伊当作一个文化记号就好啦，啊，讲伊一个慈悲的圣母。高雅啦，剩下个落去哦，迄种迷信哦，个鬼。有拜妈祖
哦，妈祖是这个古早时代台湾交通安全，那这乌水沟真困难，得爱靠妈祖婆啊来渡到台湾。唔过台湾地徛起吼，嘛足困难的咧。哦，台湾的瘟疫一大堆，阿别阿南又挖落去啊，不要紧，啊一个卫生署长级的神来定调咧，啊就一旦平安伫只开困，这个就是大德公，叫做保生大帝，所以有这个。大德公的庙、保生大帝的庙，拢有油签，油签分做男科、女科、小儿科。哦，你若有趣味去遐甲讨油签，哦，还阁有保证，逐张油签安那抽得食袂死，哈、哦，迄种汗药，不过要小心，唔当食伤济啦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有那油脂也歹去呵呵，哦，这就是大德公，所以大德公甲妈祖婆，一个是负责交通安全，一个跟登山过台湾，一个是负责台湾地马拉利亚足济啊、吉布斯足济啊，啊，一个健康的守护神。那安尼了解就好啊！啊，我来个过。好来，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海岛的交通靠驶船，古早时代无喷出来去当坐啊。啊，若要驶船，驶船的人风浪啊大，危险哦。古早唔是这铁壳船哦，古早是迄个 junk 啊，三，这个三龟啊，两龟的这个帆船啊，啊帆船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爱拜水仙尊王。啊，水仙尊王有五个啦。第一个就是三界公一个啊，谈到有三界公啦，但是因为电脑操作的问题哈，无、哦、出现三界公的水官，就是大禹、上元天官束缚哦，就是尧；中元地官下罪，就是舜；下元水官改的，就是禹。后来下禹一个，剩下四个拢水鬼啊，离、哦、别。李太白在水中落月去堵雷死的哈啊！李白一个水仙做水仙，王勃啊做水仙，五祖师啊做水仙，屈原啊做水仙，用西人啊这种中国人来做水仙尊王的哈啊！安尼拢总五个啊，保护交通安全就是靠因。后来这水仙尊王过来，过过下面一张就是四海龙王，唔、是？要一个四海龙王啊！哎、无出来哈、啊？不是，这个我直接跟恁讲，下面迄张就是四海龙王。台湾是一个海岛，海岛经济抓鱼最要紧啊，不是跟他竞争。所以这个讨海人，伊爱抓鱼。抓鱼人往往在拜四海龙王，后来四海龙王哈，四海龙王啊，这个、四海龙王，东海龙王这个上大啊，东海、南海、西海、北海，东海龙王啊，伊有迄个龙头的造型，这是台南的古庙所翕的啊。为什么讨海人爱拜海龙王呢？因为讨海人所掠的吼，拢海龙王的兵啊呢。诶，鲸鱼迄是元帅级的呢，海鞍是元帅级的，鲨鱼吼吼，有哪是迄个教官级的吼吼，啊，啥物迄个乌暗层可能是连长级的，啊，鱼啊，甲你掠了了，四海龙王的兵啊，拢掠了了，面的乌油哦，伊袂要掠鱼，所以在拜海龙王，讲拜托了，你一挂兵马互我掠吼、哦，因为我要讨生活，所以讨海人爱拜四海龙王，就是安尼先，我来个鬼。生理人拜关帝爷啊，这个关公啊，帝皇帝无关公，关帝爷哦。这个关公有真侪款的造型，那是迄落是拜文殊公，这个软帝的关公是叫做哦五行文殊，什么文殊？文殊的第一个一定是关公啊。日本春秋不是帝皇帝无白一个读书经啊，咱时间的关系可能爱较紧的哈。后来个过，后来北极星体上的是辟邪的神。也七千剑，脚踏古爪，哦，各国啊，哇，这身上海，这赵根公绕背啊神啊，那我内面有写这绕背啊哈，啊，古早时代秘伫赵家，咧监察俘虏，专家庭，看你有讲什么啊，歹话，闽南的歹话无吼，啊，十二月二四啊，正式上天述职，讲哦，这个足歹，啊，专门拢咧骗人，拢咧骗人诶，啊，用上帝明年就开始啊哈，造歹话。啊、所以要给你上天说一个孙，都爱高辈个哥带灶门，讲拜托了，你上天讲一挂好话啦，啊，小心马驾马回去啦哈，啊，一身
啊，带所有家来神啊，带走，拄拄十日的空无神啊，开始清炖啦，哦，炊粿啦，发粿啦，甜粿啦，红菇啦，哈，哦，插盆春花啦，哈，也在开始准备过年啦，哈，啊，跋筊拢无人管啦，啊，正月初四，伊就阁落来啊，就阁落来继续监视，哦，监视这人民，所以这个民间信仰有一个绕鼻啊神，这款的宗教无好个咧。所以咱讲初一早、初二早、初三困到饱，初四神落天，就是即只搁再来啊啦，啊，搁再来继续监视。啊，今仔日无走，伫高速路边、甲电路边继续咧甲咱监视。你若卖用电路、高速路就无代志啦，用落吼伊就搁来，啊，啊，所以这是一款的民间的文化吼，搁过。哇，这台湾人的未团结，甲下面这组神有关系啦。伊是乡土守护神，泉州人拜泉州神，客人拜客人神，漳州人拜漳州的神。这是，哦，这爱讲较紧的，因为才剩无偌久吼，哦。来，我到两点半来看啦哈，两点半，两点五做，好好，啊嘛爱讲较紧的啊，因为这是爱迄落吼，所以这是泉州人的守护神，清水祖师，伊是种地许甲赛芳村啊，一守一人的守护神，好，够贵。这是保义大夫，要一个保义尊王母的啊，这一两个一组，就是正地许新店白拿白沙遐个人的守护神啊。后来个过，后来这嘛是有一个镜，这不是佛教的吼，开光点眼的啊，这是甘露宾的，这民间信仰的观念，民间信仰接受佛教两款的神明做一神，原来是无神论的，这个变作有神论，一个就是观音大圣。地藏王大士啊，这是一个完整啊啊，这是泉州人的守护神，所以各所在闹龙山寺一定是泉州人的庙哦。鹿港有龙山寺啊，万甲有龙山寺，阁过台南有龙山寺，这拢是有这个泉州人的主乐哦。阁过开漳县漳州人的守护神，来阁过。客人三山国王名山独山金山，后来咱看这个族群修行了后，有一个感想：一个民族的未团结，甲多神信仰有关系哦。这是爱和恁做一个结论。为什么？因为古早人台湾人拢未团结，就是甲这款的信仰有关的。庙就是一个社区的中心，因底下操纵的。即使这个泉州人的庙宇。甲泉州人的族群，那甲漳州人发生问题，台北都有啊嘛，啊，就开始压推压扁啊，伫庙口操纵顶，啊，就真正烧台呢，啊，台死的人拢服侍伫庙里，所以在台湾的古庙恁去查，绝对有这分类族群、分类海岛、战死的人会排位伫遐，台北也有，鹿港也有，台南也有，哦，恁去查，所以吼，台湾人放尿超刷袂做伙，有那甲宗教信仰有关系啦。有哪有关的啊？就是伊信太侪神的啊！你若像这基督教的吼，迄也是伊斯兰教，也是犹太教，较单纯，人个一神论的吼，神是主，神是爸，人类是兄弟姐妹。你若战争冤家，诶，对不起阿拉，对不起上帝，对不起犹太人的妖化，安尼是。啊，咱毋是足侪神，啊，神拢挖一个族群，哦，一连跋筊人嘛，跋筊人的神啊，迄警察拢无法的啊。像聊天顶，一庙聊天顶，拢查那守护神，警察也唔敢去掠啊！啊，查那个头顶西装未穿哩，一聊天顶庙恁去看，挂甲全全查那头顶西装，啊，可以穿啊！好，个鬼！哦，这是活动哈，这是守护神之保障移民庙客人的守护神。三山公以外，就是这个祭祀款真快。啊，每年七月二十，啊，就是这个十五尊轮流哈，北部客人十五尊，新埔移民做中心，啊，安尼十五年才轮一遍，以前十四年哈，啊。来，这是移民爷哈，啊。来，即马来看职业的守护神。台湾的神明遮侪，拢有因的分类。做木工的，做土水的，哦，啊，管这个工艺方面的守护神。叫做罗班公，就是这身罗班夫人，这不是土地公哦，罗班夫人，卡圣神书来个鬼啊，要够一身，不是，
要先好在荷叶先师治荷叶的母爱，荷叶先师土水师傅的修护神，哦，各款职业拢有哈，土水师傅修护神就是伊啊，这太子也唔是啦哈。好来，各位，每人的修护神月老尊者啊，因为伊做每人先公甲占花伫遮啊，就是每人讲啊啦哈，这拢伫台湾的古庙翕的，北部那有啦哈，好。好来啊！这身恁较罕哩看，这身已经红透体呀。边啊一个花童，穿开脚裤啊，伊掼一个水桶啊，也一支长杆啊，有一个红色伫遮。身叫做花公，搁一个查某叫做花婆。花公花婆的责任，因为台湾人是不老幼三不五一代，帮咱人团中接代神，未生就去栽花，啊，拢生查某囝，未生后生就去换道。栽花换道的神就是花公，各位，各身花婆哦，这女花童都唔未使穿开脚裤啊，吼，靠礼貌啊，花公花婆好。哦，对，花公花婆，谈多一些婆家，这祝生娘娘，这种帮咱妇孺生育的神，祝生娘娘，这一支朱笔。哦，你这个家口要生几个？我讲即马都唔免你烦恼啊啦！你坐镜都饿死白，我家己我都当 birth control 生育控制，我插插你，我未生未生嘛不要紧啊！哦，像阮第二查囝都掉个唔生哦，啊不要紧，较自由啦哈、哦！我讲啊，你若唔生，你讲生要国民党糟蹋啦！你囡仔去学校拢互欺负，啊！伊安尼讲个其他话讲傲立哈，傲立哈。啊，即身吼，以前咧助生，啊，拢生后生袂使生查囝的啊，即马拢一个两个，查甫查某嘛拢好，这是观念改变才对啊。助生娘啊，即身咧，你讲登载的三宝神呐，我这全台湾敢那一间庙有呢。啊，即身咧，伫生囡仔提一个卡当的三宝神，两个三宝一个助生娘娘啊，好。来啊，这宝家宝，宝家宝。啊，保家宝有十二仙，也有三十六仙呢。我囡仔时代吼，就是安尼食老母的奶大汉的，甲老母足有感情。啊，可是老母都我八岁就死啊咧。啊，咱也看到这個，足可爱，刻甲足可爱。这个婴啊，啊咧树奶哦，啊咧母奶哦，哦、啊，这就是台湾农村时代的迄个饲囡仔的情形啦。啊，即摆囡仔拢食牛奶大汉的呢，啊，拢对爸母吼安尼，即、這个孝心较无呢。所以我当时啊，甲学生讲，你 Mother's Day 吼，母亲节时，你敢那挂一日许多行程纪念老母，迄无公道呢。你爱加挂两三日，啊，白红的拢总挂，爱对牛妈妈表示一点敬意。所以唔当我妈妈奶奶爱好牛妈妈，所以母亲节爱加挂几日啊，送给牛妈妈哈。好来。各位，这就是安泰神三奈夫人啊！啊，三奈夫人，丹奈、林奈、李奈，丹奈就是三千哥，林奈是林平娘，就是妈祖啊。李奈在台湾较无名哈、啊。安泰安善的神，各位，那要生后生在来找，叫做本会董主哦。本会董主生后生，帮咱人生后生的神哦，各位，这个也是帮咱人生后生的神，以手灵所体一粒子弹子。一个铁钉，你有看嘛？铁工铁钉，开钉断子，子就是子，儿子的子嘛。开钉断一个囝入去老母的子宫来，强迫你生后生啦！啊，吼，台湾人吼足够发明的哈。啊，那生无嘞，就来信耶稣啦哈。啊，大概这台湾人习惯就是安尼生，无都无播嘞哈。我跟恁讲吼。全台湾大家人拢生后生吼，这款的社会足歹大，敢那兵营的呢？啊，全台湾大家人拢生查某囝也无好啦，敢那离国安。啊、有这个社会的水吼，都查甫查某。你看今仔日的这個自由时报，你有看见无？三个非洲的女性真牛呢。哦，唔是查甫咧牛，查某有那足牛呢。所以咱若生着查囝，来足感谢啦，唔通讲唔通重男轻女啦，迄个遗传。迄甲姓吼，迄无关的，敢若暴露一个姓，有啥物搞？哦，遗传咧，查某的遗传是比查某较强啊。来，各位，来，即身就是七娘嘛，囡仔出世吼，七七娘娘，
对一岁到十六岁，足十六岁拢伊咧照顾，哦，叫做亲娘妈，亲娘妈生，哦，出亲娘妈经就是当大人哦，个过。来，阿囡仔大汉咧，读册咧，若要教，来请伊帮忙文昌帝君。吼，所以即马台湾人足少的，那大专联考教吼，迄文昌帝君的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红粿在头前，哎，影因的准考证一大堆啦，哦，啊菜头烤红纸，啊葱啊烤红纸，芹菜烤红纸，我问迄个苗族讲，啊到底这是什么意思？伊讲菜头就好菜头，哦，啊芹菜，唔忙囡仔勤勤读册啊，哦哦，啊这个芹菜就是啊葱咧，唔忙伊聪明啊，讲无较纸啦，伊若无认真读册吼，逐日都啊拍电动玩具吼，有那是害了了啦。这个现在吼，因为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有够含的，你考八分都有大学当读，啊，所以吼，现在大学毕业吼，像古早高中嘛无啊，哦，啊，大学毕业，现在得爱研究所毕业，较有大学毕业的资格，因为我本身就现在是咧教研究所吼，我无教行业部的，我足清楚啊。来，这文昌帝君在找啊，后来这王爷哇，这款王爷吼，台湾的王爷有够多。有百几姓，360种遐人咧坐，红嘴鸠的、乌嘴鸠的啊，拢胸盖盖啊，脚踏两只狮啊，迄拢男是王公，就是王爷哈，哦，够贵。太祖爷，台湾的太祖爷国庆，伊是王爷的贴身侍卫，东西南北中五爷，伊就是中爷，就是王爷贴身侍卫，拢永远做中大元帅。我感觉即摆吼，阿菊姐啊吼，伊真有创意。伊甲改敌武装啦，啊，啊无个咧辟邪哈，伊即马辟邪拢辟国民党个邪迄款啊，拢伊甲变作太祖爷吼，骑斯库达，啊变作一个文一个礼俗个游戏，嘿，即款个创意足好，啊改敌武装，改敌一寡即个魔将，会当变作红啊来佚佗啊，啊惊闹热啊，去国外啦嘛讲，哦，即台湾文化哦，哦，安就好啊嘛，安就好啊，好，过过。哇，这五爷爷头，哦，中爷这太祖爷啦哈，南爷就是红色的啊，东爷就是青色的，东方甲乙木青色，南方丙丁火红色，西方金星金白色，北方壬癸水乌色，中央无忌土黄色，这太祖爷，哦，这就是因为我都能放爷集中做伙，的五爷爷头啊，个贵，咸丰哦，咸丰这过来加入多副州官哈，啊，个贵，哇，这就是。第一分局的局长夏必安，就是哎乐雅哈乐雅，够贵。第二分局的局长范步球，哦夏必安范步球，乐雅甲哎雅都是这两身书法型啦哈，哦够贵。哇，这是第一个帝王东岳大帝，管十殿阎罗十八地界的哈，够贵。哦，这就是地藏王菩萨。关西神下面，这是十殿阎罗王座，这是屏东翕的哈。好，不过，后来丹青哥卡打一个鬼，也七千剑，啊，也一个这个洞，这个角果吼，分来到点，哦哦，迄款的声嘿。丹青哥，台湾有一个丹青哥的系统的法师，三奶派啊，三奶团吼，古早阮苏开基迄个任务的附近三奶团啊，有一间庙啊。用一间庙做地方的名，三奶团就是丹青哥做主神，够贵。后来这是拜西人的骨头东归所，哦，可能咱来看较紧的，无看袂完哈。西人骨头没完没了，这跟灵魂观念有关呢。啊，半身东归了哈，这是拜骨头，这跟三魂七魄的信仰有密切关系。这是以这个积善业去的啊，够贵。后来动物崇拜，西。哦，道兵是刚的，正兵一定是武的。哦，啊，中吃火，土地公吃火，所以庙一定有西个火做辟邪的的路用。个鬼，啊，这火牙嘛，啊，这是宜兰去的啊。好，因为咱无时间让详细说明，予咱看一个多。地公，地的崇拜，所以民间信仰的圣餐就是吃地公肉，啊，吃地牺牲死。哦，伊个嘴太大粒，加感冒怎啊？怎啊？怎啊？变结，爱加一个王来啊！
甲拜，啊，也要互牺牲，也要甲拜，啊，然后才会把袂使再去即个市场，爱分互即个亲戚五十，食平安啊，太低多羊啊，即只羊啊挂目镜啊，又伊个羊角太水了，所以入种，即种新埔移民的祭奠所翕的哈，好，拜牛，家己迄个牛将军庙哈，啊，唔是迄个牛爷哦，第二个牛爷好，够贵。来买呀，关公迄只赤兔马啊，动物的崇拜啊。来十八王宫的狗啊，一只狗，够贵。拜蛇，法师咧吟，迄个手会抓到发射，这气球啊，八卦啊，拜蛇啊，有伊蛇、辟蛇啊，二。拜鲤鱼啊，鲤鱼鱼，这西港啊，王爷庙，三年一遍的考究。拜鲤鱼啊，鲤鱼顶龙门，够贵。拜石头哦，石头公，这粒石头公甲姓黄，唔是黄石公来了哈，或者黄石公哈，伫台北来学。哎，多吉人那真迷信啦，你唔能用我多吉人哈，这主人崇拜哈。好，够贵钱啊，这安平翕的，这张钱啊要小小张的。台湾的是不崇拜有几啊种，姜肉、龙眼、山啊。啊，关庙一身山啊王，哦，这我拢有做记录啊。啊，上肉这拢总有伊的这个食物装备啊。啊，上济就是钱啊啊，好家当也有。这从神为人物，甲历史化就变作神盘古，历史无这款的人物，个贵。伏羲啊，伏羲历史上也无伏羲，请咱记得，伏羲是神为人物，个贵。神农啊，神农个贵。嗯对啊，你知道国民党的这个冬季瓜啊啊，炎黄失祖，东亚称雄，炎黄世丢，炎就是炎帝，黄就是黄帝，用新的角色咧麻醉人心啦。历史上无，这是新的角色啦，黄帝也是，新郎也是，是新出来物件的。历史上无这款的人物，唔相信你去编道教的经典古种，去找看因的形状是做甚物款。你恍然大悟，独裁者吼为着要买受人心，买迄落就是用安尼心来咧骗人吼。好，后来哇，这对吼甲台湾人上感情，土地公甲土地婆啊，台湾上济的神明就是土地公甲土地婆，伊比台湾人口较济啦，台湾人口2300万，伊超过这个数字，唔相信我甲恁算。台湾人所住的厝，每一间建筑物，若要起的进程，都要破土，就是把迄块土地的土地神照土地要起住，起了叫做土地基主，地基主是土地公的别名啦啊。台湾人若咧拜祖师大人，骨落去迄个墓，迄块地吼，你就把土地公照地啊啊，然后墓做了边啊有一尊土地公。有土地公，有一个土地公，一定一个土地婆，都两个啦哈。台湾偌济亡啦，偌济亡地啦哈，一定拜土地公。过来，田头田尾土地公，园头园尾土地公，工厂你若要赚钱，有哪爱拜土地公？生意人若要赚钱，初二十六门口一定爱拜土地公，烧土地公金。安尼暗来初二算算的哈，嚯、哦，土地公性格随风笑，上有家室的。无一个神对也对，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伊初二十六拢爱拜，拜未使凊彩烧这个福金呢，爱但不生日回家啊，啊生日拢嘛人在吃。啊，土地公第一个生日就是二月初二，叫做头月。因为半月日拜一遍，二月十六爱拜，三月初二拜，三月十六拜，拜到一年最后一遍拜土地公，叫做每月。当时啊，古历的十二月十六。哦、所以这个神哦，外清的呢，哈，啊，这代表现在换一个角度，代表讲台湾人吼、哦，因为是大家就是开垦，就是农耕，对土地最有感情，所以台湾这块地都过好了啊。这点是对中国来的，这台湾本土的神啊，土地公，剩的迄种人鬼传说，迄种黑白讲的啊，土地公的人鬼传说十几种，下腿的说啊，面江里靠到万里长城，迄种黑白讲的啊，迄无算少。真正的土地神就是，哦，这是土地公，好个鬼。
土地公庙啊，哦，伊这官阶较细，啊，那是在公庙吼，啊，土地公庙因是帝王，土地公拢做安君吼，比安君无拢做建主公啊，会做官。后来，宜兰私立宜兰病院，诶，太平间的边啊，有土地公、土地婆，叫做院公、院婆。你若有到宜兰哦，去病院甲看卖咧哈，即间有遐院公、院婆，连病院都咧拜土地公哈。诶，台湾哈，台湾诶，这个足趣味现象，够贵。连土地公都甲耶稣做好朋友，做好厝边啦哈。所以耶稣，耶稣甲土地公是好朋友。啊，这是内部教会啊，啊，这是头前的土地公庙啊，即马足古啦，哦，这是较早翕的哈，啊。好，将鬼啊，这鬼王哦，个鬼，哇，这是造字先师冲吉啊，冲吉圣人，好，东港王爷庙上顶官拜，个鬼，哇，小说角色啊变作神，我别来了哈，伊啉烧酒，佮食糕肉，佮会做和尚。因那伫台湾，拢甲野扫帚甲讲出去，只有小说写会出来，只有人哦，即讲神男信女甲信会出来。一贯道道亲讲，因个张天仁的祖师啊，江中祖就是即身道中下凡来出世，啊，人蛮信神啊，啊、哦。后来济公，即马跋筊人有哪真爱，够贵。哇，跋筊的守护神，的正身就是即身孙悟空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的七十二变，你跋筊人的手头只有一招温书筊的，来七十二招啊，啊才会赢筊。所以高泽天是跋筊人的守护神啊，够贵啊！警察比了在对伊掠台先。第八届哦，这是台北市的大稻埕下海神王庙翕的，恁去看第八届。为什么下海神王庙有这身？隔壁就是江山楼嘛，风化区嘛。我那阵讲古早时代吼，有拜第八界，即马要咧拜啊！啊，我有去台南甲这老大采访，认真咧讲吼，莲花的伊个雅言内面有写啦，但是较无正确。啊，老大甲我讲，讲老昌的早，若要叫查甫人去风流，安尼先念，伊叫做秀秀丽秀吼，秀秀雅秀秀雅，脚翘翘，面翘翘，保庇大地来进调。来空空去空空，摇倒古话讲，摇倒拢得钱嘛。暗路敢行，到尾唔免惊，爸母咪唔通听，无惊假讲话，就吃拍拼。这是神啊！啊，这鸿海家庭的神啊，那是变作特殊行业的守护神啦哈。警察若要处理黄色的，即身爱掠大仙啊。后来啊，看到这的是，你就感觉讲台湾的民间信仰啊，伊的价无悬啦。所以咱若要做一个一定国民。咱得来思考一个新冠的问题啊！后来个鬼，个较早抓就是即身。台湾的罗马后守护神呢？这是罗马的守护神呢，叫做角头爷呢。白塔门乌嘴手，摕一个葫芦，摕一个仙丹啊！那警察个抓袂到嘛哈！后来个鬼，后壁赤一位灵，这是孟加汉族区隔壁青山经，是袂？即马无伫遐，就是一个。啊，这个角头兄弟红爹去掠夺官分的是寄伫遐啦，足足寄哦一两年了哦，啊，然后他搁提走啊。啊，我问的是伊唔甲我讲啊，啊，想办法一边过一边甲伊做朋友，啊，摕一支粉请伊，甲我讲这头只角头爷啊，啊，啊，你有我好无？伊讲好啊。我台湾有一款的宗教吼，好，各位，台湾人足爱钱，财神爷啦哈。即一粒两粒啊，一粒两粒三粒啊，即拢钱，即拢钱，卡个大啊，财神爷啊，啊，家己若无奋斗吼，我讲台湾人要发钱，伊要发财哦，唔通靠伊啦。台湾人若爱有钱，经济爱稳定，爱甲国民党差，你经济部长给我换，你财政部长给我换，安尼才会好啦。拜一身无路用啦，那个为宗教去，将所有苦难拢摕为命运，摕为宗教，台湾人头壳会歹去啦。一派去，用骗去哈。好，哇，这就是跟台湾历史足大关系的聊天钉了，也是乌青秋青啊。其实吼，聊天钉玩弄的，伊个时代都无咧牙枪对付日本人咧。伊敢有迄个中国功夫的拳头呐，都无咧牙枪咧。啊，这角头兄弟为着要甲拜，
啊嘛是甲做一支枪，好伊。诶，即马吼，即身唔知红喷无伊啊吼。即马佫较进步，即马派乌珠冲锋枪呢，啊佫派一支 M16 个步枪呢，伫头前伫后壁，好好来。阿神师啦，就做师咧，即坎就行即身啦吼，啊来佫过。哇，拜者这拄则有较清爽啊！张公王爷就是即身啦，老张的哈。这种真做神咧拜吼，那是泰国人，这就是迄个，伊是罗兰神咧哈。啊，台湾人真神咧个拜吼，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啦哈。好，各位啊，祖先崇拜啊，这较有道理啦哈。有一个神将对阮，啊，再打一打册，这应该是要一张吼，迄落来做好来，好咱看。拜祖先的原因就是五忙忙孙兴隆，忙祖兴隆。搞读册，万一讲即摆读册是要学做人啦，唔是要做官哦，观念无同款啦哈。好，各位，台湾人真趣味，就是凡啊会当互我求平安、听我修行命，全部拢来，我拢拜。所以一间庙内面有啥物？有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，有道教教主哦，啊老主，老主。老子崇拜，关公是儒教，有孔夫子儒教，儒道佛拢崇拜。我甲恁讲，即马无够看，即马五教大同啊！吼，下面互恁看一个五教大同啊。咱下面三圣卖算，这太白金星啦，吼啊，这卖算啊，朱熹啦，赵君啦，吼，即身耶稣哦，耶稣代表基督教，也即是一个第一本圣经。即身老子代表道教，即身释迦牟尼。代表佛教，即身孔子代表儒教，即身穆罕默德代表伊斯兰教。咱讲回教，其实毋是回教，伊斯兰吼，伊斯兰教。正手拿阿拉伯剑倒手提《古兰经》，咱讲《古兰经》毋对，因伊斯兰教穆斯林伊讲《古兰》吼，古在古《古兰经》。安尼我教大同啊，哦啊，即个教主拢入庙。台湾人有天才无？足天才，造神运动的天才。目的是啥物？为着要求平安、添福寿。我感觉，五万新台湾人爱靠会起啦，靠会起才会出头天，靠袂起吼，啊，互人安尼糟蹋个，哦，糟蹋真彻底，啊，所以即摆耶稣入庙，耶稣入庙，无罕别点嘛入庙，哦，这是一个证据。我下面迄是，迄是互咱放大那点哈，因为耶稣徛咧，耶稣伫遮啦哈，啊，提圣经，提十字架，过来。坐咧耶稣，耶稣台湾的神明足相好诶，这是九天玄女，这是下人尊公啊，安尼坐咧耶稣伫家己翕诶啊，后来大概是咱要看神明的多相是安尼，是五十分也得要到啊哈，得要到。后来咱要有啥物，好电话会使甲拍电，有啥物宗教问题啊无？这是互咱了解一下，但是吼，若无我来做一个结论啦哈。咱看这些饭店，看这些 PowerPoint 了后，恁有啥物感想啊无？宗教的选择最要紧，宗教有哪会害死人？宗教有哪会让一个民族真歹出头天？但是这些神明看起来是神，因真可怜呢。这种看台湾人的面色在享受香火呢。台湾人求神的太多，是用灵神，用灵神。这个神有灵有神啊无？用这个做中心呢？这个神啊，无灵无神吼，实咧吼，妈祖婆无灵神，我拜王爷嘛，王爷无灵神，我拜大头公，大头公无灵无神吼，王母娘娘拢来，这个阁无灵神啊，好啊，啊，山阿王、石头公啊拢出来，阁无灵神就超出风水啊，啊，阁无灵神哇，就超出就去算命算命，啊，哪阁无灵神咧，就乌白身家调查讲啊，无人哪去新单。啊！你有查某，你有囝拍算伊无？伊讲有啊，几年前、二十年前，啊，几岁拍算？三岁啊，对啦，问题就是伫遮。二十年前，你一个三岁查某囝吼，今仔日二十三岁啊，已经大学毕业啊呢。啊，你三岁囝仔时，你叫土公用草帚啊，扛扛提台，要甲摆起来，伊唔愿啦，伊唔愿要来讨快活，啊，这是专门用语啦，哈。哦，所以我呢做一个宗教史的研究者吼，看到台湾人咧对鬼的观念足趣味的哈。迄生鬼吼，一百年前死的囡仔，永远看的就是囡仔幽灵，未大汉呢，独独敢那台湾鬼会大汉，佮讨袂过啊。啊，所以这个
二十三岁查某囝要互伊个灵魂，吼，互伊个安尼，互家庭个平安，只有一条路，只有一招，就较嫁啊，就较嫁。啊，外人娶鬼某，伊礼俗就安尼生代，剩个毋免阁讲，毋免阁讲。啊，若查甫讨好事，讨好事去甲拜，哦，中医灵魂甲拜起安就好。台湾人吼、哦、真现实，吼、哦，若袂平安就吼归根究底找通。找西啊！若拢总，各款宗教拢无法度通回得到平安，啊，得来信耶稣安尼尔啊！哦，这是台湾人的习惯，无加简单啊！会换一个宗教，无遐困，无遐简单。搁再一项，恁看这神明的造型，伊停留伫什么所在？停留封建帝制下面。啊，你我是民主人啊！民主人拜一款帝王的神，封建帝制的神，你无法度通自我解放，你的心灵已经受束缚。是不是安尼先？咱是民主人，咱是自由人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哦，这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上加力的，这些神明绝大多数对了阿神师啦，吼、哦，廖天丁啦，哈、哦，李永大将军无恁看啦，哈、哦，拢对中国来。啊，你若趁有家，拢要去中国进香啊，啊，邪龙一水啊，伊无想讲台湾的神明甲中国神明就无共款啊。三四百年来演变，你还你，我还我，不要安尼先分别，所以拢互国民党骗骗去啊！所以吼、哦，咱爱有一款的分别，中国心太济啦，啊，中国心太济，所以因为安尼沦陷啦，哦，咱的心灵改造在对这开始，所以我有当时对啊研究生咧讲，台湾人的心灵改造第一步对语言哦，像我原住民吼、哦，我原住民学生弟啊，恁的语言就保存得好哦，哎，卢卡的语言就讲得水。然后国民党同化，敢若讲北京句，迄满大人的话，迄无搞啦。啊、哦，大家吼、哦，客话就讲好，河南话就讲好，语言就是心灵改造第一步。过来，台湾的所有大都市的街名，拢迷你中国，中山路、中正路，啊，台北市更加吃力。哦，宁夏街、山东街、碗糕街，哦，啊，给你好个，你都唔免反攻大陆，敢若台北看到有啊嘛，啊、哦，啊，台中看到有啊嘛。高雄看到有啊嘛，啊，迄就是一种国民党的一种叫怀乡病的刀下，就无才调，但反共大陆用台湾人的所在名咧出罪，这个所在名得改，台湾人的心灵会改造，才有可能啦。啊，当然的教育啊，过来就是真个教育的体制来变，宗教信仰那得爱好好去考虑。大概我的时间也够啊了吼，卖占恁的时间，多谢大家进来了哈。多谢多谢。啊，起立！立正，起立！好，再次掌声，谢谢我们这个董牧师。